给我们毕业班的小朋友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给我们啊这一群呢，能在旅途上跨出第一大步的小朋友呢，领到第一张毕业证书的小朋友，掌声鼓励。希望呢，他们领到毕业证书以后，能更努力，更加用功。颁奖颁发耀汉宝宝奖，郭轩小朋友。我们郭轩小朋友自小朋友在学校发挥自我潜力，对美感及艺术极有天分，特别颁发神奇宝贝奖，恭喜你。颁发哈姆太郎奖，南里山小朋友，南里山小朋友社交能力佳，观察力敏捷，兴趣广泛，特别颁发哈姆太郎奖，掌声鼓励。颁发豆豆龙奖，周以晴小朋友，以人为善，思想单纯，真诚不做作，特别颁发豆豆龙奖，恭喜你。颁发哆啦 A 梦奖，陈佑乐小朋友，哇哦，很有精神哦。豆豆龙奖，天真富创意，善解人意，非常有爱心，所以特别颁发哆啦 A 梦奖，要领奖奖，许秉伟小朋友。哇，反应快，开朗幽默，运动方面表现啊良好，特别颁发飞耀领奖奖。叶新杰小朋友。哦，这次没有念错了哈。啊，一样是啊，我们的飞耀领奖奖，平常呢上体能课的时候，哇，他最厉害哦，永远是跑第一。跑得最快，动作做得最漂亮的、哦。颁发狮子王奖，得奖者林佩玲小朋友。哇，希望以后当一个狮子王，口才好，做事有效率，有领导众人的才能，特别颁发狮子王奖。恭喜恭喜我们得奖的小朋友。各位爸爸妈妈再一次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掌声鼓励，恭喜！好，我们大班的小朋友请退场。好，加油，转！好，大班的小朋友起舞，转！